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午时嘛，我们今天呢是来原石市场，这个市场的人真的是巨多，熙熙攘攘的，像个蚂蚁一样密集恐惧症的那种。今天呢，我也是过来找一个小料子回去做一个设计款，走吧，找料子。 这一手小冰屋机还不错，只不过还没想好做什么，所以先不买，因为它比较薄一点。这个多少钱？200。这个形状可以做一个小金鱼，但是它裂比较多一点点。其实这边的市场，它料子普遍来说是比较普通一点点，但是它逛的人非常多，在这里逛的才是真正的行家，因为他们可以真正的去变废为宝。可能200块买回来的原石，经过设计师的一番设计，可以变成2000块，也是有可能的。 看到有一手黄匪还不错，它的打码你看一下这边，我挑的不是什么骆驼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50码，60，行的话来个70，行的话那个我是想做一个那个小金蝉，走吧，叫我。什么？有这种事？啊，我扫你，小金蝉买下来了。为什么会买它呢？因为在看到它的那个时候，心里已经有想法，准备做什么了，所以我们才会去加价格。现在我们去自然观看一下。 没想到这么好看，这个呢，它是一个达玛坎的料子，它这个红翡啊，我来到自然光发现它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，而且是全部卧底来的。这个呢，我们回去做一个小金蝉吞金兽，走吧。逛了一天市场，好累哦，要不我们还是来直播间选购吧。